主人用一个滑板摇小奶狗睡觉，有时候防止小奶狗掉下来，还要帮它扶正睡好。有一只睡得好好的，结果还是掉下来了。到了第三只小奶狗的时候，狗妈妈时刻注意着主人的一举一动。小家伙在假装睡觉，当主人把它推去快要碰墙那一刻，小狗急得赶紧跳车，狗妈妈也急着过来检查小狗的情况。